好啦，咁我哋就要睇下27、28条啦。證明以下呢啲嘅 equation 係恆等式，即係話左右兩邊永遠相等。咁我哋一般嘅做法咧，都係將左手邊同右手邊分開化簡，睇下左右兩邊會唔會變得完全一樣。Left hand side 就係 m square 減二 bracket 3m 加八，我哋將個負二咧乘入去，就變咗做m square 減 6m 減16。 OK， 跟住中間呢度咧，你動一條線分開佢，然後呢度咧就做右手邊，就係 m 減8乘 m 加2。首先啦，將呢個圈住嘅 m 咧乘俾後面嘅 m 同加2 m square 加 2m， 到圈住呢個負8咧就乘俾 m 同埋負正二，就負 8m 減16。所以化簡咧就變咗係 m square 加2m 減 8m， 即係減 6m 減16。咁你見到咧，左右兩邊係相等噶嘛？咁你就寫啦，因為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an identity。到28，同樣啦，左手邊咧，我哋又係二 bracket 4x square 減15加 7x， 乘開佢咧就會等於係 8x square 減30加 14x。到右手邊啦，就係括弧 4x 減5括弧 2x 加6，咁你就乘開佢啦，就出到係4x 乘 2x 同埋啲分別乘咗正6，就變咗 8x 二次方加 24x。 到呢個負5啦，就乘呢個嘅負10，咁樣變負 10x， 又變咗減30。咁化簡完咧，就會得到係 8x 二次加 14x 減30。咁對翻左右兩邊係一樣噶嘛，就因為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It is an identity。 那就叫做27、28条了。好了，29、30条呢，就是叫你證明以下的這些 equation 不是 identity， 即是說你拆開左右兩邊應該計到是不相等的。第29，左手邊就是 2x 減5括弧2次，即是 2x 減5乘 2x 減5，拆稿乘開就變成 4x 二次減 10x 減 10x 減 25 加 25， 就變成 4x 二次減 20x 加 25。 到右手邊，右手邊就是比較長， 2x 括弧 2x 減5加5乘 6x 減5，那就將個2乘入去裡面，變成 4x 減10寫二次減10，然後後面咧就係加30x減25，咁就會得到咧係 4x 二次加 20x 減25啦。嗱，你發覺左右兩邊係唔相等嘅，咁你寫啦，因為 left hand side 唔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not an identity。咁你證明佢不是 identity 呢，除咗用返傳統左右兩邊比較嘅方法呢，仲可以試下代數字嘅。我哋因為啦，你發覺到啦，如果佢唔係 identity 嘅話呢，你代某啲數字落個未知數度呢，就會令到左右兩邊不一致嘛。所以我哋第30条呢試下呢個方法。10条 R 等於，譬如試下代0啦 into left hand side，left hand side 就會等於係3乘0 over 4減7乘0加9除16，即係0減9除16，即係負9 over 16。同樣道理啦，我哋由濕實條 R 等於0呢去右手邊，右手邊呢就係10乘0加9
除十六，亦都係等於翻呢度正九除十六嘅。咁你見到啦，左邊咧就係負九除十六，右邊就係正九除十六。咁你寫落，因為左手邊唔等於右手邊，所以 it is not an identity。今日叫做廿九三十條啦。Determine 咧就解判斷 ，whether 咧就解是否，即係佢唔話俾你係唔係 identity， 佢要你自己判斷係唔係。咁我哋用翻傳統方法啦，都係左手邊同右手邊分開做啦。三十一 ，left hand side 咧就會係 x 加五乘 x 減一，咁就即係 x square。減 x 加 5x 減 5， 化簡 like term 即係 x square 加 4x 減 5。 右手邊就是 x 乘 x 減 4 加 8x 加 1， 即係 x square 減 4x 加 8x 加 1， 我發覺就是 x square 加 4x 加 1 了。 我發覺不一樣的，就所以寫了，因為 left hand side唔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not an identity。 到三十二條啦，三 x 加一 bracket x 減六，我哋又寫到 left hand side 就等於三 x 加一 x 減六，留翻啲位置，我哋寫 right hand side 咧。就是三括弧 x square 減二減十七 x， 咁你化簡左右兩邊啦，就係三 x 咧乘曬俾兩個，約三 x square 減十八 x， 記到加一啦，乘俾 x 同負六，即係加 x 減六，就會得到三 x square 減十七 x 減六。右邊啊，直接將個三乘入去得啦。就會變咗做係三 x square 減六減十七 x， 但發覺左右兩邊咧一樣嘅，因為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an identity。跟住到第三十三條，咁就係 left hand side 就係等於負 n bracket 四 n 減一再加二 n， 咁就即係負四 n square 加 n 再加二 n 啦，咪得到係負四 n square 加三 n。跟住 right hand side。就是負 bracket 三減二 n 乘二 n 加一。嗱呢度咧，我哋就咁樣處理嘅，就會將嗰個嘅負咧乘入去第一個括號度，變咗二 n 減三，後面冇喐，變翻二 n 加一，所以乘出嚟就變係四 n square 加二 n 減六 n 減三，即係四 n square 減三 n。減三，你發覺左右兩邊唔相等嘅，因為 left hand side 唔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not an identity。到三十四啦，三十四咧左手邊就係 y 減五 over 十二，冇冇得喐啦。咁到 right hand side 啦，就係二 y 減一 over 六減 y 加一 over 四。嗱呢度你特別留意啦，通常咧我哋做咧就會用括實個分子 ，OK。然之後啦就通分母六同四嘅 LCM 咧就係十二，所以啦分子咧都要乘翻二，後面一個嘅分子咧就乘翻三啦。好啦，咁跟住啦。
寫計喺度位啦，大家分母相同，咁啊分子擺埋一齊就變係4y 減二，然之後減三 pull y 加一。嗱呢個減三咧係要俾曬後面成個 y 加一嘅，所以就會變咗咗下一步咧就會係4y 減二減3y 減三，即係負 y 減五 over 十二啊。嗱，發覺唔同啊，一個正 y 減五，一個負 y 減五。你想啊，因為 left hand side 唔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 it is not an identity。而家呢題咪揾翻 P 同 Q 係幾多？咁啊，留意第35条開始啦。咁你見到呢度咧係三畫嘅，即係話一開始咧你就可以直接左右兩邊一齊寫。跟住就拆括號啦 ，x square 減二 x 加 p x 減二 p 等於 x square 加 q x 減十四。跟住下一步咧係非常重要，留心就係我哋要將中間呢兩個 like terms 咧計埋一齊。點樣計埋一齊啊？就變咗係加，盡量擺前面，然後括弧，我哋就抽 common factor x 擺後面，括弧裡面咧就係 p 減二。嗱呢個非常之重要。一定要將它group埋一齊。好，右面 x square 加 qx 減十四，跟住對翻顏色啦。嗱，負二 p 就對負十四，跟住啦，呢個正 bracket p 減二就對翻正 q。咁所以你就可以寫啦 ，comparing the like terms。On both sides， 負二 p 等於負十四，即係 p 咧等於正七。而另一方面啦，正 p 減二咧等於 q，p 係七啊嘛，代翻落去 q 咧就係五啦。咁樣就叫做完一條。啊，到第36条啦。p x 加 q 二 x 减三 ，identical 六 x square 减廿三 x 加21。我谂我哋要做咧就系啦，乘开佢啦 ，p x 乘呢两个变咗二 p x square 减三 p x。跟住到紅色個正 Q 啦，又乘開佢啦，變咗正二 Q X 減三 Q。右邊冇變，六 X square 減廿三 X 加廿一。諗跟住啦，你又見到中間呢兩個咧係可以計埋一齊計，抽個 X 出嚟擺在後面，加括弧二 Q 減三 P 括弧 X。減三 Q 等於係六 x square 減廿三 x 加廿一，跟住又對翻 like terms 啊。嗱，黃色呢個一樣啦 ，constant term。綠色呢個就 coefficient of x 啦。然之後啦，紅色呢個就係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啦。所以你就寫啦喎。Compare the like terms on both sides. 逗號，而 p 等於六 ，p 嘅即係三啦。而另一方面啦，負三 q 等於廿一 ，q 咧就即係負七啦。咁咧就叫做完啦。第37条 ，x square 加 p x 加 q。identical to x 減六乘 x 減 p 再減一，拆括號啦，就變咗 x square 減 p x 減六 x 加六 p 再減一。嗱呢度就麻煩啲啦，因為咧你見到啦，左手邊雖然就冇嘢化簡，右手邊咧你見到呢度呢兩個負 p x 減六 x 咧，兩個都係減，所以我哋就要抽個負出嚟。
然後 bracket 裡面 p 加六咁多個 x， 然後後面啦呢度咧正六 p 加一咧，我哋就要加翻個括號六 p 減一，跟住你先可以比較啲 like terms 嘅。嗱，黃色呢個正 q 即係對翻呢個正六 p 減一，跟住綠色呢個正 p 咧就對翻呢一個負 bracket p 加六。咁所以你就寫啦 ，compare the like terms 啫。On both sides, p 等於負 bracket p 加六，所以 p 咧等於負 p 減六 ，p 咧就係負三。另一方面啦 ，q 咧等於六 p 減一 ，q 就係六乘負三減一 ，q 就係負十九啦。第38條，咁又啦，左右兩邊咧都化簡先啦。呢度將成個 px 乘入去就變咗 px square 加四 px， 後面就加 qx 減二 q。咁左邊呢度咧就三 x square 加 px， 然後呢度咧留心啦，我哋就會將正21寫先嘅，就變係加括21減 p， 後邊咧就 px square 加中間啦，四 px 加 q 咁樣，將呢個 x 咧就抽出嚟擺喺後面。最尾咧就係減二 q， 咁所以你比較 light term 嘅時候咧，就將呢個啦，綠色呢、這個嗱，連等於負二 q 啊，跟住啦，紫色呢、這個等於呢個啦，黃色呢個三即係呢個 p 啊，所以啦，你就知道咧 p 等於三。另外啦，綠色這個呢個咧就係21減 p 等於負二 q， 21減三等於負二 q。Q 就是負9啦。好啦，我哋睇下對一對答案先，睇清楚啦。21減 P 就是負 2Q，P 係3，21減3，18，18除負2負9。我落嚟睇睇呢條啦，咁就揾翻個 constant PQR 出嚟啦。In the following identity， 即係話已經知道佢係恆等式噶啦，就揾翻 PQR 出嚟。咁第39條 ，x 減 p all square 加六 ，identical to x bracket qx 加二嘅減 r。嗱，呢個 x 減 p bracket square 咧，你要將佢變成兩嚿咁樣 ，x 減 p 乘 x 減 p。然後隔離啦，就將呢個 x 咧乘入去，變咗係 qx square 加 2x 減 r， 跟住另外左邊係拆括號啦，就變咗係 x square 減 px， 跟住到紅色圈住呢個啦 ，p 負 px 加 p square 啦，負 p 乘負 p 正 p square， 剩翻嘅照寫。跟住你見到中間有兩個 like terms， p 負 px 減 px， 即係負兩個 px， 然後加括住後面啦 ，p square 加六，然後剩翻嘅就照寫。咁你就對下啲 like terms 啊，負二 p 就對翻正二，正 bracket p square 減六對翻負 r。好啦，咁你話 q 對邊個咧？就係、是、前面隱藏咗嘅一啦。OK。咁所以你就可以寫，所以 q 係一，負二 p 咧就係二，之後 p 咧係負一，咁 p square 加六咧就係負 r，p 係負一代翻落去啦。啊，跟住負一 bracket square 咧係正一啊，所以啦就會出到 r 咧係負七，今日叫做完啦。好，到第40條，
好，第四十条，咁做法又系啦，咁就乘开左右两边先啦，就变咗系二 p x square 减十 x 加五乘 p x， 跟住就减廿五，右边又等于八 x square， 个 q 乘入去变咗二 q x 加五 q 加 r， 然后将 like terms group 埋一齐要加括号啊，二 p x square 加括号五 p 减十，咁得个 x 减廿五。identical to 八 x square 加二 q x， 然后加嗱要加括号俾佢啦，五 q 加 r， 咁啊对翻啲位啦，二 p 就对正八，五 p 减十咧就对翻二 q， 负廿五就对翻五 q 加 r 啊，咁所以二 p 等于八咧 ，p 就系四。跟住啦，五 p 減十等於二 q，p 係四 ，q 咧就係五啦。跟住啦，負廿五咧就等於五 q 加 r，q 係五啊嘛，代落去 r 咧就會計到咧係負五十。好，到四廿一條啦。P x bracket x 加一再加 r identical to 二 x 加一四 x 加 q 再加十 x 加八，咁啊乘个 p x 入去先啦，要 p x square 加 p x 加 r， 右边啦，咁啊将个二 x 乘入去变咗八 x square 加二 q x， 跟到红色呢个一啦，就乘俾呢两个。加 4x 加 q， 後面就加 10x 加8，左邊冇得搞㗎喇，因為都係三個 unlike terms， 右邊啦 8x square 啦，跟住 2qx 加 4x 加 10x 呢，即係加14加 2q 咁多個 x， 最邊呢就加括弧 q 加8，所以就對返啲 like terms 啊， p 就對8啦，另外啦 ，p 又對呢個嘅二 q 加十四，跟住臨尾 r 咧又對 q 加八，咁所以逐個揾啦，揾咗大街 p 就係八，跟住藍色嗰個啦 ，p 嘅等於二 q 加十四，八啊等於二 q 加十四 ，q 咧就係負三，到 r 啦 ，r 咧就等於 q 加八。即 R 就是負三加八，最尾 R 咧出到係正五啦。咁啊，跟住啦，四廿二啊，好啦，而家俾咗有咩恆等式 ？P 加 R 係 constant。咁佢嗰個嘅 a 咧就話 express q in terms of p， 跟住就話啦 ，hence 然後 express p in terms r in terms of p， 咁你做咗先啦 ，a 一 x square 加 q x 加 p x 加 p q 等於 x square 加 r， 咁 x square 加括弧 p 加 q 咁多個 x 加 p x 等於 x square 加 r。咁對返位啦，咁我哋就知道啦，黃色呢個呢 ,p 加 q 呢隔離冇嘢㗎喎，咁即係咩呀，留心啦，加零個 x 咁解 ,ok， 所以 ,p 加 q 等於零 ,ok， 然之後啦你就可以寫返啦 ,q 呢等於負 p， 到 a2，我哋用翻上面條式就知道咧 ，PQ 就即 R， 而另一方面啦 ，Q 啊即係負 P 啊嘛 ，P 乘負 P 等於 R， 所以啦 ，R 咧就係負 P square。跟住啦，就要你 part B 就揾翻啦所有 possible 嘅 value of PQR。好啦，咁即係話啦，你要諗下 P、Q 同 R 分別可以係啲咩啦？譬如如果 P 係一嘅話，
Q 咧就係負一 ，R 咧就會係變咗負乘一嘅二次方，即係負一。如果 P 係三嘅話 ，Q 就會係負三 ，R 咧就係負乘三嘅二次方，即係負九。如此類推，你可以諗多過兩 set 都得嘅。但佢答案要你兩 set 啫，事實上有無限多 set 嘅。第四十三條啦，就計翻 A、B、C 呢個 constant 啦。A 括弧 x 加二嘅二次加 B 括弧 x 加二乘 x 減二加 C 括弧 x 減二等於三 x square 加七 x 減十。嗱，你發覺咧，遇到呢類題目，你可以點樣入手咧？就係、是、你見得到，因為呢個係恆等式，而我哋咧就唔一定每一次咧都係單純咁樣拆開左右兩邊去計翻嗰啲嘅 unknown constant 嘅。你要有一個嘅概念，就係 x can be any real numbers， 寫低佢啦。既然呢個係恆等式嘅話 ，x 可以係任何數嘅，即係話我哋代 x 係任何數字落去咧，都會保證你係計得到左邊同右邊會係相等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諗下方法，究竟 x 代咩數字咧，可以令到某啲嘅 constant 消失，例如。濕實條 x 等於正二 into identity。嗱，點解我哋揀 x 等於正二咧？咁如果 x 等於二嘅話，即代表所有 x 減二嘅 term 咧都會等於零啊嘛。因此我哋就可以即刻知道 a bracket 二 x 代二啊嘛，紅色筆嗰啲嚇。加 B 括弧二加二，然後就二減二加 C 括弧二減二等於三括弧二嘅 square 加七。乘翻正二，再係減十，咁一路睇落去咯，逐個睇，二加二四啦，四嘅二次方十六 ，OK， 跟住啦到呢個啦，二加二係四啦，二減二係零喎，咁即係話呢度成堆都係零，咁即係唔使寫啦，或者你寫加零啦。到後面啦 ，c 乘二減二又係零啦，咪加零。右邊三乘二嘅 square 十二，再加七二一十四，再減十。左邊得翻十六 a， 右邊十二加十四十六減十又係十六，即系 a 咧原來係一。好啦，知道 a 係一之後啦，咁我哋就諗下啦，除咗 x 代二落去。呢一條恆等式之外，可以代負二噶嘛？因為代負二嘅話咧，就會令到啲 x 加二嘅等於零啦。我哋又再重新做多次，十 x 等於負二 into identity。嗱 ，identity 嘅好處咧就係第一 ，x 係任何數字；第二就係循環重複使用。啊 ，a 就變咗一啦，我哋代翻落去咯喎，括弧負二。加二嘅 bracket square 加 b 乘翻负二加二乘翻负二减二，再加 c 括弧负二减二，就会等于三乘翻负二嘅 square 加七乘翻负二再减十。好啦，留意咯，又再減低咯喎，負二加二 ，bracket square 零啦，跟住呢度啦，中間呢個啦，負二加二係零啦，零乘呢堆嘢都係零嘅啫，所以中間呢度又係加零，跟住到第三堆，負二減二，負四，所以呢度係負四先，右邊三乘負二 bracket square 嗱，你計咗呢一堆先，負二 bracket square 計咗先，變咗正四。所以就係十二減十四再減十，負四 c 就會計到係負
二再減十即係負十二，所以 C 咧就係正三。又計到 A 又計到 C 咯。咁所以第三個咧，我哋可以代啲咩數字去幫手計咧？咁樣，譬如我哋可以代呢個嘅 x 係零啦，你話零容易計啲啊嘛。代 x 係零又點咧？一 bracket 零加二加 B 又未計到噶，所以就變咗零加二乘零減二啦。再加三乘翻零減二啦 ，x 變曬做零。右邊啦，三乘翻 bracket 零嘅 square 加七乘零，再減十。好啦，第一嚿零加二二啦，二嘅 square 四，一乘四四。到中間呢嚿 b 乘二再乘負二，負四 b 乘數嚟噶。到第三嚿三乘負二，即係負六。好，跟住呢度啦，三乘零嘅 square 即係零啦，七乘零即係零，單負十，所以負四 b 咧就會等於負十加六減四，負四 b 咧就係負八 ，b 咧就係正二啦。所以 A 是1 ，B 是2 ，C 是3，咁呢条数咧就。